对于中国有能力制造在世界有竞争力的飞机，商用的飞机，我们是非常的鼓舞的，因为传统来讲，刚才也提到，就是在飞机制造这一块呢，我们主要都是有两个供应商，一个就是美国的波音，另外呢就是欧洲的空客。所以希望未来有第三个在国际舞台的飞机制造商，而且是我们自己中国的制造商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。我们也积极的跟三飞去建立关系。上个月我亲自带队国台团队来到上海去三飞的研究的中心，还有制造的中心、组装的中心去参观。那我自己印象是非常的正面，看到三飞有世界一流的这个厂房，还有很多自动化的设备，都令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。那未来我们会继续跟三飞保持一个友好的沟通交流。也会希望把我们未来的对飞机的需要进一步跟三位沟通。